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令到正性，就是讲反省、忏悔，咱会当看到自己的本性，如如不动的本性。这是咱入世法、甲出世法合二为一的。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生，足济善法啦，足济的善法，因为善知识有修行、有五慧的人。好、哦，咱甲咱发起，甲咱开发起来，开发起来，互咱先起着这个欢喜心，起着这个善心，起着这个信心，好、哦，发起故，故是什么故？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为故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是故。那么我都对头讲起哦，善知识啊，我已经回想出。一问眼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传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诸不悟，须弥爱找着大善知识，该做上乘法者，第四种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。所以，迄个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啊，化道令得见见性，咱就告诉人家，大家拢有一个本性，找本性，家己的缺点一定有因，家己的歹处一定有因。如果你不往因去找一下，你要开悟是真困难。所以，咱每一项代志啊，咱要对因去找，果已经烦恼来啊。从过来去找因，你若毋去找因的时啊，你无可能会见性。咱一件代志，互咱会见性。咱对咱人生的所有代志咧，是安怎得失人？人是安怎甲咱好，无甲咱讲话，无插咱。咱去找，慢慢仔找，欢欢喜喜，干完了无要紧。你看找，看找，看问，看问家己，问家己。你的某某人是安怎？人歹插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问自己为什么？什么？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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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搞不下去是什么？你都吹出来啊！试看看，你人就欢喜的。这是真真正正的大智慧，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，真真正正的会当见性。可时时拢是在开悟，时时拢在顿悟，时时拢在精进。咱。所以化道令得见性，一切法皆是皆因善知识，一旦发起过，将这正法、善法啦，一旦把它清清楚楚讲啦，大概会了解。但是啊，咱有真侪师姐师兄啊，我对老师上好，第一免食菜，第二个免做杂活，第三免做，我告诉各位，这是眼睛啊方便问俩嘿。你若怎拖嘞吼？那像咱一个现光法师啦，明定法师的师兄嘞，伊就爱食沙司面，对不？伊嘞即叫做真正有修持啦，伊沙司面遐底啊，阿弥陀佛啦，遐佛祖伫山顶，你袂起哩，你对我起来，我度你阿弥陀佛。伊个倒去你山顶啊！等你笑，你笑完了嘛落地角啦。你无笑话，你嘛落地角啦。你看我啉酒嘛落地角啦。你无看我啉酒，你也落地角啦。啥意思？无修啊！
你老修者，一切如如自在啊，无是我的即禅，所以伊名叫做东禅寺，当禅师，当者为太阳为光明，啊，就是从心念，都是光明的心念，光明的心念去做本心，啊，那是从本心去做，好，所以咱呢，大家爱自由，我是真自由，但是各位。压缩家己，自己的本心真要紧。各位，什么代志，自己家己心去找出本的原因。你一天找一项，两项找一项，两天找一项，无要紧。你慢慢想，我当时拄开始咧修行，踏入这路的时啊，我学到一个反省忏悔。我所谓反省忏悔三遍四遍以后了，人生迄阵都41、2、3岁尔嘛，42、3岁代志愈少嘛，要反省的时间愈少嘛。咱若愈侪岁，要反省忏悔就愈侪了。你到底讲的是要年纪食较侪较好，较歹啊？年纪食伤侪，若无修行啊，跳到要死的时，系啊，哇！我累积了这个这大堆的粪扫啊，清个清袂离的，这是真厉害哦，真要紧哦。啊！那烧酒会夭折，人生无意思。那么食到40、50岁来啊，吼、哦，哎，迄阵呢，心内家己庆幸，吼、哦，都家己认真做这个反省、忏悔的工课。啊，到75年啊，夏天自己定下来，我真的我很心想清，非常清啦。有对起唔对啥，我该忏忏悔拢回去的回了啊。好、哦，心足清呢，才开始念佛。南无阿弥陀，一直念，念啊，念一两点钟以后咧，啊，才顿见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瑞相，啊，才了哦，极乐世界，咱每个人拢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那么啥，当时在要顿见这个极乐世界时，头前所有眼睛所看的，拢一挂过去的代志，但是过去的代志啊。魔镜现前啦，咱已经有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咧，结果咱的心就安啦，咱才有法度处理好多东西。那无啦，恁只鸡仔佬咧，反正发情绪啦，哎呀，大棉袄啊，米酒杯咧，反正都我，对不？咱的修行，咱念一直念不修，你若无反省忏悔的时，你要修行到尾会走火入魔嘛？走火入魔咧，48节拢穿共领衫。48节都穿共领衫，好安啦，啊，喙手嘛好好，吼，我小开始穿裸照，但是裸照伊热天四季分明啊，吼，咱就无迄个精神问题、帕金森啊，吼，神经病来啊，那做反省忏悔的功夫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所以一切善法，因善之事能发起故。今日我将这简单的法门，啊，讲给各位了解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做，啊，自己时时可以做反省忏悔功课，迄个关心自照，各自关心看家己的心。好，化道令到见性，就是看家观自己的心呐、啊，关照自己的心。我们看经文第30页哈，三世诸佛，三世诸佛，十二不净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啊，不能住物，需求善知识，只是方便，啊，若自物者不假外求，若一向执位，需他善知识，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啊，何以故呢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，啊，这就等于自心内有地性自悟。啊，若起邪迷啊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啊，就不可得。啊，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假开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呐、啊。好，妄念俱灭，
若是自性，一物即至佛地啊。所以咱要开悟，要达到佛地、佛的土地、佛的境界的时啊，哈，嘛不一定讲啊，一定是出家，啊是一定讲出那个棒掉去。嘛，不一定讲哦，我爱穿个什么偌水的衫，偌水的法衣啊，啊，不一定我爱按着按着弄面呐。你若悟着当下，你就佛啦，当下就佛。啊，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伊一世人，一世人，伊唔捌念佛，啊，有一届咧，啊，人就真艰苦，去到寺里遮咧，哈，直直爬就会阿妈咧吼。真艰苦，爬不起来。啊，我拄到到伊遐咧，伊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念阿弥陀佛，结果咪念咩？啊佛，伊在遐排名，阿弥陀佛就变成念阿弥陀佛，佛就爬起来，佛佛到面顶起来。我哦，阿弥陀佛啊，你念佛啊，遐念遐好哈、啊。我听你念，念佛，我是咧爬不起咧佛啦，咧佛。哎呦，伊安尼吼，香港我对啊，我现在听你咧念阿弥陀，打一波到阿弥陀一声，我都爬未起咧分啊，干呐，吼、哦，徛个大殿，看咧，妈妈吼，目屎流目屎滴，我看到就伊啦，我最近咧所望的拢伊啦，就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我是阿弥陀佛啦，哈，伊是阿弥陀佛咯，我咧来，我嘛唔知哪来。家己请公公先生一个才来，好吃阿弥陀佛，一看就足欢喜啊！吼、哦，一直跪在拜，啊，伊拜佛吼，伊无我拜伊头我伫哭伫哭哭啊，我足惊头去哭拜。啊，哭哭哭啊，精神好起来，一下好多责任。啊，老师啊，少年老师啊，吼、哦，我即最近来吼，我当干了看这个啦。这个就阿弥陀佛了，那个阿弥陀佛了。吼、哦，我了看了吼，我唔知伊就是阿弥陀佛。哈、啊，啊，我一直想要来，一直要来。那家公家咧，啊，我嘛唔知，反正坐车都甲落落就行，反正老缘就碰到啊。啊，我嘛遐拄好，我盈盈伫天坛路啊，盈盈，我都啊无创啥，行来行来，较小等。这唔正是一心通，啊我啊拄好诶，真诶。哈，那么一开始一直悟着啊，原来人咧艰苦的时，你无奈的时，所有财产一切拢是虚，哦，这要是念佛上好啊！我你讲我安尼伫伫佛伫爬起安尼吼，咁好得起来，苦都好不起来，好、哦，结果老哈，那就过到高山，去到遮咧，到到诶七十几站啊，写落去，一念即个念念，自性自性。自性发露出来，有当下咱自性发露出来，你袂感觉到咱自性发露的，你不会感觉到呢。我哪有这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像这一回九二一地震的时，吼、哦，咱长毛，吼、哦，就叮当的看唔出去咧，就头毛都酸出来，诶，尿黄还是咁出来，啊，地当尿过多久，我多久呀？哦，一按我都长出来，啥啦？自性发露，自性的本能。咱祖先会飞天会唱地，同款意思。哦，祖先会飞过，会撑过。啊，煞无法度啊，迄个自信。啊，咱祖先的本能呢，是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好、啊，咱家里有咧大智慧，而且嘛有咧大智慧啊。啊，三世三世诸佛啊，就是普叫三世过去。所过去生所有一切佛，现在世的佛，未来世的佛，这些三界诸佛就是解说。啊，三界说过去的智慧，现在的智慧，未来的智慧，哈、啊，过去的智慧，现在的智慧，未来的智慧，拢是叫三界诸佛。这诸佛是大智慧、大智慧，过去的大智慧。现在大智慧，未来大智慧，有在那呢？啊，这个，哎，奇怪，好像我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呢？我知影这个代志安那套呢？就讲三世诸佛，三世诸佛，
咱有诶，即摆现在外面吼，咱诶房间啊，啊民间咧流行咧修行啊，我也要看三世诶人，骗鬼骗人，伊若看了三世诸佛咧，三世甲你想清楚尔啦。哎呦，你后世会出世做啥？无可能在妖眼和尚，只有一个角色，佛佛也未阁出世啦，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不过。我知影，咱人的三世，啊，长若无食，一惊巴肚一定枵的；啊，惊若无食，明仔一定枵的，一定道理。我长手那物件，惊一定爱行；惊手那物件，明仔爱行。好，我长都无读册，惊一定考试无答案；啊，我惊无读册，明仔就无答案，无得考试。这个三世诸佛的智慧觉，那个觉性。那么，那么经过着过去的智慧，无经过过去的经验，你现在你就无迄个智慧啊，咱就无迄个智慧。咱若现在无经过这個经验的，无经过这的一切的，咱就无明仔后日的智慧啊。觉性三世诸佛，你知道意思不？三世诸佛，你莫甲看到天高皇帝远的，你若看过天高皇帝远，我告诉你，你开悟悟不了啦。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是佛讲，啊，就是智慧。啊，你若无长个智慧，你今日无得做啥？你若无惊智慧咧，你唔知明仔要做啥？三世诸佛，佛讲智慧者，佛讲智慧。啊，十二部经，就是十二种的因缘，以十二种的因缘，三宗十二部经，就是十二种的因缘呐，哈，因缘呐，达到佛的境界，达到佛的境界，达到佛的境界，三宗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啊，咱龙藏啊，哈，我龙藏哎，啊，7246卷，哈，咱要关。咱那化师兄若要来华关，我伫遐就爱关开即摆三年，无人买来，即爱换十年啊！吼、哦，十年内底咧吼，有通互你食，我请人吼、哦，咱只师兄师姐捧互你食。但是你逐个爱在读经，爱看经，三宗十二部经，你会晓读个了。若要来关，你甲讲，我马上开始甲你关。但是你我当关的人，你是大福报的人呢。我都要无好背好关内底人创我食咧，对不？你人好啊，师傅无你关内底，我创你食，安我嘛入来啊？吼、哦，有人请无？唔是师傅唔请，个囡仔唔请，唔是安尼俩。吼、哦，大众也唔请，我好也落落数咧。我无讲像恁话话啦，我缘的业已经煞，我缘断了了，我爱入来进修啊，好法充实大智慧，所以说不精咧。啊，契经契约的契经契经，啊，那么应诵那重诵应诵，咱啊就读经咧，啊，咱就哦一直诵一直读一直诵，啊，而且风诵啊大大声咧，上大大声，咱即摆所有的法会迄个风诵，啊，头头啊只个头啊耍到啊风诵，啊重诵咧中诵咧，啊诵经啊逐工功课不缓不断不断不断咧，这里叫做。咱的上经，那么咱心经大概上接上，心经上尾啊，迄站呢，克地克地婆罗克地婆罗僧克地，哈，迄是啥物意思呢？啊，克地克地婆罗克地婆罗僧克地，哈，沙婆诃，哈，克地克地放下，精进放下，精进放下，精进，一定放下精进，放下精进。咱人在世间的所想就是啥呢？放下精进，放下精进呢，到最后也成就大菩萨了，内在大菩萨，沙婆诃。哦，所以咱呢就放松中上，大家一直经的上上念佛嘛是中上，放松呢就是大大大家规大天做一个上上。啊，因缘咱人有一个因，有一个缘，是安尼来做人一定有因。啊，有缘啊，咱既然做人啊，咱有一个缘啊。
因果，哦，本来本缘呐、啊，原来我想到要这缘的，本来就这缘啊，我甲各位想的叫这缘，本来就咱有缘啊嘛。过来本生本来就生，咱也本来就智慧啊，本生。但是册内底经册，咱写啊清清楚楚。过来未曾有，世间的所有一切代志未曾有诶，本来就无诶，是安那哪有遮个烦恼教育呢？未曾有啊，比喻、比论，哈、啊，这妙法莲华经，拢是伫讲那是用比论诶代志，拢是比论。禅宗嘛是用比论诶，啊，论理。咱用论哈，咱大家集在一座位来论这个法，啊，来讨论这个法，啊，过来就自说自己说，家己讲给家己听，最好的催眠曲，家己讲家己听。恁等试看卖，几个睡未起？有几人暗就睡未起？我你讲睡未起啊？你讲试看讲给家己听，因暗一定做我困困到天光，那你困到未到天光，你也讲。哈、啊，好、哦，困未到听下讲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个来方广，啊，那么咱这法是这样跨，细细格格这样跨，也嘛是这样跨，大有其外，小有其内，啊，受记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当时咱咧佛教咧讲受记哈，受记就是较好咧啦，一般咱道家咧，那已经了啊，我跟你批注，批注，批注你当时也发生啥啥啥啥。哦，迄批注，啊，十二部经啊，啊，十二种的因缘经过，十二部经，在人生中本自有自由啦，这人本来就有诶嘛，本来就有啦，唔是外面就来的，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呢，咱内底所有经册拢原来就有诶，内底所讲的原来有诶，咱只是唔知影尔，啊，来哈。不能自悟，咱也袂当家己自悟，咱也无法度去悟到的事啊，无法度开悟，无法度顿悟，咱也需求善知识，噶咯，求求咱这一挂师傅，哈、啊，一挂善知识有修行的，哈、啊，噶咱只是一个方便法门，方便法门，啊，若自悟者不择外求，咱也该悟的事啊，咱就免问人。那么今天回去了，恁开始用啊。要关心，哈，看家的心，哈，从反省、忏悔开始，恁试看嘛啦嘞，试看嘛，一定做不好的。哎，现在我就拄只，我只巴肚无煞是得枵啊嘞，哈，我拄只在想这些，我那是遐枵啊，结果中昼食一碗公饭，啊，搁是碗细碗这里的米糕，啊，又饭啊，乌米的遐，啊，搁食一碗汤，搁食水果，奇怪，我今日遐好枵啊！吼、哦，我甲你问啊，问我是遐枵啊，可能今日心欢喜的款，吼、哦，不得遐快快枵。啊是的，食嘞供养，普通时啊，啊在食饭的时，咱温书记，我一定爱供养出供养，结果遐送进供养，我才无供养，结果我食食，咱只吼啊，因食无饱，是不是安尼？我都欢喜嘛。自我自悟，咁咪出嚟，哈哈，对啦，中头我甲咱供养你，我无单独摕你卡话甲你供养，所以食无够。你吹出来了就啊，是咧，忏悔，安怎？哎，我拄只要干咧哦，地天无够，哎，想着了，啊是咧，吼，我明仔载先来供养，我都要都没有，食啦，自我自修自悟。咱伫世间上大诶宝贵，最珍贵的，哈，咱着家己去想咱诶代志，咱家己点点仔想，欢喜点点仔笑，无人知，吼、哦，享受大家享受未着，人享受着享受可能明白拗拗吵吵安尼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啊，哎呦，饿了想咱歹诶事，欢喜无欢喜诶事，面拗吵啦，朋友伫遐，咱身边诶人饿着讲。哎呦，某某人面拗拗臭臭，吼、哦，伊嘛享受着拗拗臭臭尔。但是看到拗拗臭啥，唔知影咱啥，干咱咱内心，干咱咱内心的烦恼自己去享受啊。
家，缠锦双袖见真情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缠绮山，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缠锦双袖见